好嘞，买我爸的好朋友哈，台南安南区屋主自售最漂亮的大佛像，双边大佛像，透天佛像，好，左右都可以出入，很快就到商业六十特区北安路中华北路过去，很快就到 Costco。这间透天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来看，足水，这间一定要来甲买哦，这间一定要来买落来，来，那看到无？二百就是大车库。这个是屋主纯粹住了27年、28年了，二十几栋的厝还不到30年，但是屋况如新，才像10几年的透天厝，住宅的石壁建材用料真的实在，这是屋主自己住了20几年了哈。啊，军工教人员，你敢看？这钢琴，客厅很大，然后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车库这么大的车库，啊，出去又是佛像，很快就到北安路。北安路商圈以后的商业六十繁华的商业特区，你看进来有没有看到厨房，一个独立的大客厅哦，你看楼梯的间距也很大，一楼也有自己的公用卫浴，再来厨房，你看这边的采光，你稍微整理一下，厨具换新的，非常的摩登，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看到这客厅，这真的就是好房子，好透天厝了，大车库，大客厅，大的楼梯间距，每一层楼都有卫浴设备，还有独立的厨房，厨房正方形，厨房后面又有一个大的阳台露台空间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可以放一些你厨房的那个用具。一楼，我们再来看二楼，这一间一定要把握。安南区里面呢，是未来台南副都心发展最强大。增值潜力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台南大台南的一个市区，这边为中北部的人最喜欢买安南区的透天厝哈，你看看，每一个房间都是方正哦，什么叫方正？正方形的哈，好漂亮。我们再来看哈，来，你看每一间的空间都很大，都是没有梁，方方正正的哈，方方正正的，然后每一间其实都是套房，都有卫浴。每一间都有卫浴，一般的房间只有一间有，这边两间都有卫浴，有没有看到防火箱？防火箱通风，你看防火箱，你看防火箱做得很大，所以很通风，非常的通风哈。来，主卧房也有卫浴，你看方方正正的，主卧房有卫浴之外呢，你看他自己，厨房卫浴干干净净的，屋主非常爱干净。这些房子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干净，那边有窗户，很通风良好。再来出去有个大露台，大阳台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有没有看到大的阳台，大的露台，主卧房这边有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一间两间都有房间，再来三楼四楼，我等一下再给大家拍一下哈，每一间房间都有卫浴